上一堂舞蹈课还划算呢，而且我的二头肌跟我的大腿还有臀部都酸酸的，也太厉害了吧！Hello， 欢迎收看《今晚好选择》，我是最了解明星、最喜欢揭晓排名的情报员希杰。说起这个情侣间的相处哦，常常就是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。到底男朋友对于我们女生有哪些地方不爽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可能化妆太久吧，不知道晚餐要吃什么。提了意见之后，他又打枪，让我觉得很烦。说要减肥，却还是一直。他常常说要去运动，但都没有去。太阳太大，不想出门。觉得我花太多时间在减肥。经过一连串的街访调查后，我们整理出男友最爱靠北女友的排名。快跟住特派员希杰一起来揭晓排名吧。男友最常靠北的排名，第三名是交往前后的身材判若两人。交往前后本来就是会有幸福肥。第二名，没有社交圈，凡事都要靠我。男朋友就是工具人啊，我出去不靠你要靠谁？那第一名是哦，还要运动又怕晒太阳，晒黑了就很丑啊，还要遮黑啊，干嘛干嘛什么的。所以呢，我今晚特别选择了这个可以让男友闭嘴的哑铃。你们闭嘴的哑铃有什么好介绍，对不对？等等等等，先不要划开哦，这可是一款很特别的智能哑铃哦。先看颜色是不是就很可爱？那除了粉色之外呢，它还有七粉底绿，然后还有比较中性的灰色。它一边呢是0.5公斤，然后两边拿起来刚好是1公斤，刚刚好哦。喜欢健身的话，会买一些哑铃啊，或是健身器材回家，到最后一定变成了你的装饰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定就只是单着这样，觉得很无聊。但是这一款智能哑铃呢，很特别哦，它有专属自己的 APP。手机上下载就可以了，然后首页点进去呢，先输入自己的基本资料，身高体重，它就会有一连串的这个训练计划。再来就是它的课程也是非常的特别哦，很丰富，比如说劲舞入门，然后呢快速提臀哦，厉害的了，还有什么动感纤腰，哇塞，夏天到了就是要有露出纤腰小蛮腰，这样男生看不是很 happy 吗？对不对？那除了呢，就是你自己可以督促自己之外呢，你其实呢也可以邀请你的好姐妹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彼此的训练计划喽。要督促对方今天到底运动了没有？赶快，我们现在就来实测一下吧。好，现在都可以感应到了。哦，它下面开始有图案出现了。对着它下面那个图案，你只要做对了，就是一个 perfect， 然后我有 combo 了。它就是一个感应式的互动啊，很像专属教练一样。它有点像那个健身环的感觉，可是它的价钱呢，其实是比健身环还要亲民。我觉得这个比去外面上一堂舞蹈课还划算呢，蛮酸的。Yes， 完成了！赶快来看一下我的成绩，我刚刚消耗了16卡，然后我有26个 perfect。我打败了全球此 APP 45%用户，掌声鼓励！耶！现在已经有满身大汗了耶，而且我的二头肌跟我的大腿还有臀部都酸酸的，真的是有运动到，也太厉害了吧！现在疫情期间呢，真的很适合在家里面拿这个智能哑铃，然后跟着专属的 APP 教练练出好身材。这个智能哑铃呢，我是在悠游好物购上面买到的，而且现在买再送1年的 VIP 独家课程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箱，今晚好选择，我们下次见喽！我要继续去运动了。